先生，您身材这么好呀！这件短款男装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，这件衣服啊，完全突出您的优点，女孩子都羡慕的比例啊，买它就买它吧。那个有没有稍微长一点的？不是，您腹肌这么优秀，您干嘛要遮住它呢？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的品牌信条就是张扬自己的个性，美女您看一下，多优秀。那行吧。哎，好嘞，这边请。其实我觉得还是西装比较适合。你也这么觉得？不过你穿这件也很好看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您看这件怎么样？这件灰色的很庄重，很多场合都可以穿。啊，先生，那这件红色的呢？很喜庆，出去约会什么的都很适合。哎呦，先生，你眼光真好，这件衣服可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。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好，那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衬衫可以给你搭配一下。好，帮你选双皮鞋啊。小姑娘，刚刚那个先生身上的咖啡渍是你弄的吧？嗯。您是房屋中介吧？刚刚那位先生是买房还是卖房啊？看起来好有钱啊。是啊是啊，又帅又多金。我真的很像房产中介吗？我和顾总看起来是不是真的那么不般配呀？哇，这身衣服真的好适合你啊。哦，开始吧。我看一下啊。你有事啊？我看看时间。怎么了？你看，蛋蛋发了个朋友圈，心情不错。你仔细看。嗯，emoji 是笑脸，咖啡上还有个小爱心，感觉很甜啊。他跟我说的是去师门赴宴。别听他骗人了，跟导师吃饭你有什么开心的？还弄那么甜的爱心。莫非郝亮是和老顾？把你这些西装马甲三件套统统给我扔掉，脚踝也给我露出来。冷，老年人才怕冷呢。哎，就是这个。OK。不对，他这是在约会。不是，李白。蛋蛋就是发了个朋友圈，别多想，年轻人都这样，我也这样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韩一杰，我发誓，蛋蛋都21岁了，你不会反对他谈恋爱吧？我不是反对他谈恋爱，我是怕他所托非人。你那个兄弟呀，损人的本事有一手，情商这是一点都没有啊。这都是误会啊，老顾挺好的。我的意思是，蛋蛋不一定是谈恋爱吧。谈恋爱也不一定是跟顾九里啊。哼。对吧？是不是？我试试就知道。嗯，你要干嘛？
我看到你跟顾九里喝咖啡了。一白猜测你和小可怜在一起。你看他。这个时候，一般偶像剧里，他是不是要吻别我？但他怎么这么严肃？好像没有那个意思。快到了，他还是没有表示。我是不是应该主动一点吻他？填满回忆的空白，结局若是失去。怂蛋，这次不要怂，不能让他误会，主动一次吧，怂蛋。对不起，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刚才没站稳。那我先回去。那个小孩逗着呆，找时间遗落的精彩。的小孩会明白，还是对抗着。蠢蛋啊蠢蛋，还不够尴尬吗？又会错情。他的意思是可以接吻吗？两个眼神透一份热爱，彷徨的借口人去人来。你习惯他了？也有了你的青春。